实验室主任，我们人类探索宇宙，探索生命，但是地球上有另外一块地方，我们对它仍然既熟悉又陌生，那就是海洋。当我们看到宇航员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的时候，人们都会说海洋看上去蓝蓝的一片，非常漂亮。但是那个蓝蓝的一片对我们是什么意义？我们对它的了解又有多少？答案是，海洋覆盖了地球 70% 的面积，但我们对它的了解还不到 3%。 人类从古代就开始航海，但海对他们来说就只是我要从这一块陆地到另外那一块陆地必须经过的一滩水，这一滩水经过了就算了。如果你问海底下有什么，这些航海人只会说我也不知道，那地图怎么画，我总不能留白吧。所以古代人画地图就是在陆地与陆地之间画些野兽，画些怪物，编造一些传说，结果导致人们对海都产生了恐惧。熟悉而又陌生的海洋，至今我们对海洋的了解依然非常少。马航 MH370 掉到海里，在这片大约20,000平方公里的海域，人们找了4年还找不到。一般人可能会觉得非常奇怪，如今我们可以飞到天上去，我们可以接收到宇宙3亿年前的信息，我们对于火星，对于月球的表面都了解得这么清楚了，可海洋就在我们地球上，为什么我们捞不到一架飞机？实际上，我们现有的海洋测绘方式还停留在一艘船拖一个声呐慢慢的跑的方式，这样子一艘船一天只能处理不到100平方公里的海域，每处理1平方公里的费用是1700美元。仅仅只是找一架飞机就要花2亿美元，不光贵，而且没有效率。这就是目前我们进行海洋探索的现状。在1850年到1960年之间，潜艇的问世曾经短暂的重新点燃过人类对探索海洋的热情，因为我们终于有了新的工具，能够去看看海底究竟有什么。1960年当人类制造出第一艘能潜入到马里亚纳海沟的潜艇，但是它潜下去之后很快就浮上来，然后就宣称海底没东西，我们不用继续看了。整个60-70年代科学界都流行着这样的观念，海底没有阳光，没有光合作用，因此没有生物，海底是死寂的。就像20年前你去浦东一看，然后就说哎，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投资价值，走吧。等到20年后的现在，你再看浦东的地价都要哭了。值得庆幸的是，在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通讯越来越发达，为了埋电缆、埋油管、埋气管，我们发明了海底机器人，能够协助我们去探索海底。人可以在岸上遥控着潜艇去到水下上百米、上千米乃至上万米的地方，通过这些机器人以及新型的传感器，我们终于在海底发现了新的物种，对海底有了新的认识，才发现其实海底的生物有着和陆上生物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这是小飞象章鱼，这是真的影片，不是动画，它生活在水下2000米、3000米的地方。海底的生物千奇百怪，有的甚至已经演化了1000年，它们不只是看上去有趣，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可以为未来的医学、材料科学等领域提供无数新的研究思路和发展可能。下一个竞技场，海洋是下一个真正的竞技场，它是我们最新的机会，也是最近的机会。商业航天未来是万亿级的产业，但是海洋经济在今天已经是15,000亿美元的产业，未来到20年还会翻一倍。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海洋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新大陆，它其实是一块覆盖浊水的新大陆，以前没有能力去开发，未来在深海1000米到100米、100米到50米这3层的海域，
会有非常多的机会来临。有趣的是，今天中国各个产业的发展都受到很多关注，唯独海洋不太被注意。蛟龙号下海和天宫二号发射时间相隔不久，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蛟龙号干嘛去了。这个是今年开始在新西兰北边开采海下铜矿的三台机器，我们现在所居住的陆地只是从海底下被挤上来的一块。陆地上有矿产，那么海底下也一定有矿产。陆地含铜量 7% 的矿就已经算是一个很富裕的矿，而这个在新西兰铜矿它的含铜量是 17%。 我们现在的海洋渔业养殖的方式还很古老，但是人工智能的到来将改变这个现状。人要在海底下工作10个小时是很痛苦的，又潮湿又冷，但是机器人没有这个问题。新技术还能让我们对海洋保护有一个重新的思考，我们不再需要建防波堤，使用新的生态技术不仅可以降低海浪的冲击，而且还能获得经济效益。这是纽约一个利用生蚝养殖来降低海浪冲击的新场景，它同时还能净化水源。珊瑚礁的恢复也已经可以依靠机器人和新科技的协助，而不是人工下到海底去慢慢的种。现在我们可以借助 3D 动画去了解这些珊瑚成长的情况，不只是照片。两年前我们启动了一个海洋测绘的项目，利用无人船分布式的向海底投放大量的声呐，让他们去扫描海底环境并带回数据，目标就是要极大地降低海洋测绘的成本。这个项目从概念到实施10个人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今天全世界做这样的水下机器人的公司有 80% 是中国的新创公司。比起对普通人来说暂时还遥不可及的太空，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水下技术其实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技术更好地去探索海洋，开发海洋，更重要的是保护海洋。谢谢。今日互动话题，不开发及保护 O 技术实现生态，你赞成哪个？编辑曼倩，校对琪琪。造就剧院式的线下演讲平台，发现最有创造力的思想。